们现场呢，刚刚一个鼓掌的声音呢，就代表说我们现在已经跟大师爷呢已经送完大师爷了。现在我们飞机，我们选手通通回到我们选手休息区。另外，请我们在我们孤棚上面的总务邱里长，在我们总务邱里长，麻烦请您注意一下，我们的纸钱不要全部都撒下去，还要留下给。